现在就是我整级25天到扣分，还给你挤吧，我调试需要5天，我上一就扣分。所以一般的顶级组就是黄人级，像我这个，他也叫黄人级，但是他至于说我是给哪个做的方面，最终做的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我感觉这个东西像个大包袱，就是邮政啊，中体呀，就是都要放好多东西。两边是你家的。这现在还不是我们国内的。哦，机器是国内的。哦，这个才是对，这是他的最终的客户，最终的客户。咱们都是定制的，这么多年咱们都是故意走的这个路线。